帮他打包，哦，里面是第一两个件是睡衣。睡袍，然后两件贝贝的外套，先放贝贝的衣服。贝贝的围脖，贝贝的毛衣，贝贝的毛衣外套。贝贝的毛衣洋装，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，这个大小，其他都那么小件。贝贝的毛洋装，贝贝的帽子、毛毛，好，贝贝的东西，再来放 Damon 的，那个还有大的那个不是吗？这是被子啊。那个要不放？放上面，然后我要放盖这个，要包这个。哎，它外面还有那个精油，等一下要先包在这里面吧。包在这里面，好。对啊。哎，好，Damon 的 T-shirt，Damon 的小裤、小长裤、小内裤，这都是 Damon 的衣服。好，也是 Damon 的。Damon 的小外套，哎，还有奶瓶要带啊？要，他就是没有那个。哇塞！贝贝的食谱啊，食谱网络看就好，哎，带一本书重视。小熊，这应该是 Sophie 的。小碗，然后再去拿它的精油来包。